我叫 Andy 杨子，我小学的时候给自己起的，那个时候刚刚学英文，结果后来长大才知道原来 Andy 是男孩子名字。那我们要选我们的 team name， team name 怎么说？队名。对，队名。 OK。那我们叫无敌小可爱。team 无敌小可爱。虽然我们的年纪都比较小嘛，他们都很小啊， OK， 十多岁，无敌小可爱。OK， 好 ，I like it。OK。那我们叫无敌小可爱。team 无敌小可爱。虽然我们的年纪都比较小嘛，他们都很小啊， OK， 十多岁，无敌小可爱。OK， 好 ，I like it。OK， 好。翠丁壳。OK。一鞠一声。一句一声，蔡丁克 ，yes， 我是赢了吗？对，先怎么？先接球吧。OK， 先接球。OK， all right， here we go。球篮你要接啊？我接吗？接，你接。我接。That counts， yes， 一分。安打。OK， 你接。哦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Catch it， catch it， yes。啊，好厉害！球来了，接接接接接，嘿，一，说 9-9， tie game， 赢了，你来，如果你打个安打，我们赢了，好 ，tie game， 9-9，我肯定赢了，好紧张啊。怎么样？好玩，感觉怎么样？可以。对，打起比赛就很有意思。对，我们10-9。哇！哎呀，你最后安打拿到那个第十分。